我自己离职的，人家会问原因，我想不出什么好理由，人家反而会怀疑。哎呀，好吧好吧，干脆别说好了，真是烦人呐。本来好好的一份工作，无缘无故的被军警抢来。哎，最烦的就是现在事情还没结束，不晓得官司要打到什么时候，真糟糕啊。二老，请不用担心，我给你们保证，我会努力找工作啊。那你那件黄色的内裤穿了吗？穿了。有没有检查？哎，证件。哎，我再去庙里替你求菩萨保佑，保佑你出入平安，工作顺利。要是诸事顺利啊，我就放心了，真是受不了。幸好，幸好啊，哥答应让昭华回公司上班，这样啊就少烦恼一件事了。不过啊，哥一口答应，对我们家还算不错。是这样吗？护照和机票都找到了，旅行社又没有损失，是吧？所以让昭华回去上班，这是应该的。哎，李坤，你不要每次都说的好像大哥对我们有天大的恩情，不要每次都这么说好不好？这白话不能这么说，做人啊要懂得感恩。是是是。可主讲，预防一百种因细菌引起的疾病，用 Dettol 你的家人会比较少生病。 Dettol 天天受保护。数十年来，这栋房子依然伫立在这里，见证悲剧不断在发生，不停被复制。在那盘旋房子历史的过程中，就是这房子发现密宅隐藏的恐怖之谜。被这间房子杀死的那些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他看到腐烂，仿佛整个房子都在默默地盯着他。就这一只啊！无你包包包，就一只啊，送你啊送，来你弄给，来你弄给你，来你弄给，是这样。
把水给你哥。哎、啊？没开？咦？